失恋会不会让你更能写歌？完全就是，马上开始写一张专辑。我来帮你看看你有爱情吗？好的，创作吧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啊我们就来看看 Scent 的这个心理测验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用 Scent 来心理测验，来看看你真实的个性是怎么样。你的回讯方式一向是怎么样呢？一打长文，第二一句一句一句的传。我是三，也是一句一句，但是会加贴图。或者是你用四，你会很简短的，好像董事长一样说月是。你是哪一种呢？要看情况哎，我觉得我一定是 A 或是 D， 就是这两个极端哦。那什么情况是 A， 什么情况是 D？A 就是我有一个想法，然后我要跟我的同事说，然后我就开始啪啪啪啪啪狂打。嗯哼。但我通常都会觉得别人看到这样子的讯息会有很多压力，但我又觉得我们要把事情赶快完成，所以我就会全部啪啪啪打打。OK。然后 D 就是别人跟我讲一件事，然后我觉得 OK 没问题，我就会说好，也不跟他讲其他的了。我是观察我自己哈，我觉得我就是 C 啊。为什么会分段呢？我很讨厌自己分这么多段，我觉得我很骚扰别人。可是我想法没有办法一下子很全，我会急着回应别人，我就会哦是，然后过一会儿又觉得哎少讲了什么，再补第二句，然后又少讲了什么，再补第三句，所以我就变成很多段。我算是有点二百五了哈，然后我就会装可爱，我就会加表情符号贴图，哎，我是这样子选了 C。那不知道你选择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你的真实个性如何。九 M 不是一就是四，对啊，你呢？好，我们来看选择一九 M， 个性善良，非常为他人着想哦，因为你很重视回讯息啊，你也表现出对这个人的重视。一旦要回，你会字斟句酌，思考再三，希望能完整的阐述你的想法给对方知道。在个性上，你是理性沉稳，做人做事很为他人着想，这是一半的九 M。对，一半的，一半的哈。好，那选择二呢？一句一句传送，这不是我，我是三哈。这个一句一句传送的人，你善于社交互动呢，充满活力而且热情，做事强调效率，你希望每次沟通对话都能够赶快得到回复和结果，做人非常的有行动力跟执行力，个性上很有野心，很有干劲，很快跟别人打成一片，因而交友也算是很广阔哦。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人有点烦，一句一句来，可是你是交友广阔的人。那我呢，我加上了表情符号C， 个性单纯，为人真诚，诚实不虚假，这是我。性格是单纯善良的，情绪反应很直接，遇到喜欢或讨厌的人，喜怒哀乐都会写在脸上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哎。在个性上，你真诚、诚实不虚假，对任何人都有高度的热情，而且是个温暖的人，我觉得还蛮准的。那九 N 的另外一面，选择四，极短的回答。保护色防备心比较重，没错哎。如果回讯息你习惯用极简短的文字 ，OK 啊，好啊，是的，没问题。表示你不习惯对外人揭露太多想法，你对自我揭露这件事感到不自在，甚至有点恐惧，觉得面对面直接沟通是你比较偏好的沟通方式。好，蛮像的哈。然后喜欢面对面沟通，对，我就觉得有话我们就当场再讨论就好了。对。所以你就不予回应太多，怕他就在这里以为可以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见面讲不是比较方便吗？我其实觉得这点作为名人也要设防，好像是很容易截图。对，然后就留下证据，你收回都来不及。对，真的没办法。我很容易讲出我真实的想法，我有时候讲完我自己都捏把冷汗，如果有人要陷害我还蛮容易的。我要小心一点，我以后都用极简短回答来回应别人，当面说嘛。他到我这张专辑是 Scent 哎，有时候也还是可以用讯息，讯息你就用，现在有一种保密模式啊，有些有。哦，那还要去特别许。对，比较麻烦一点。你有用过了吗？保密模式好像有哎，因为像 IG 也有啊，就是传讯息。它有一个隐藏模式还是什么的，所以如果有地下情人的人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这样的设计。
哦，他会过一阵子就消失。什么模式？偷情模式。就是不会跳出对话内容，只会跳出有讯息，然后让你点进去，一旦读完了就消失了，很适合偷情者。听到这个我不会开心哎，如果我有对象，我会觉得他会有很不安全，对不对？这样会不会让我们更没有安全感？还是用手写的好了，你写那个明信片送出去好吗？我觉得当天蝎座好累哦，所以不要太在意一个人，会舒服一点。对，对，到头来在意过。所以你还会埋怨你没有感情吗？其实最近还好了，我现在就觉得先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好，很好。哦，这样子，嗯，哦，好的。你喜欢做的事就是唱歌嘛？对呀，啊，表演啊，哦，唱歌啊。是，嗯，那你以前的服装设计就算了。嗯，哎，这次的造型还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有一些，有一部分是，是有一部分是伙伴做的。我觉得老天爷安排你接触过服装这件事，嗯，绝对不会白费的。有一天一定会用得到。就好像我念过戏剧，对，虽然我一直没有去演戏，可是，难道我在舞台上没有用到吗？我有，一定有，对，嗯，一定有。它使得我扮演一个洒脱的角色，扮演得挺好的。你有没有口是心非过？口是心非吗？对，你能不能演洒脱？哇，这个比较困难呢。洒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演不来哈。对，我觉得那是一个状态，所以没有体验过这样状态的人，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难展现出洒脱的样子。我曾经分手，看起来好像很洒脱，但是我依然口出恶言，哼，他失去了我是他的倒霉，嗯，然后看似很洒脱，其实明明就是看起来很放不下这样子，所以洒脱不容易做到，非常难，嗯。你只要做出还很在意的一点点，你就不是洒脱。但我其实我的很多创作都可以表现得出来，是我没有很洒脱，就是其实很多内心的一些小小的触动啊，或者想要讲的话，在词曲里面写出来，还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应该就是还没有洒脱吧。简单讲，我们是心思细腻，然后以及很想针对问题去探讨的人啦，应该这么说。对对对，这也是天蝎座之所以蛮能够疗愈人心的原因。对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装洒脱呢？能够装洒脱，可是其实是口是心非哈，是装的。的五大星座是谁呢？我觉得应该有天蝎座吧，虽然我们装不好，但是还是蛮想装的。我觉得好像没有装洒脱哎，我好像就是不洒脱。你就是不洒脱的那个。我觉得我好像是那个不洒脱的。我觉得九妹上身是摩羯，所以个性对，是因为那样子对不对？又更认真一点。我有上身狮子，看是不是会好一点。哎，那你猜谁喜欢装洒脱？感觉就是你说的狮子座，会不会或者双子？哦，双子，我们没有排行排名啦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到底哪些登上了装洒脱、口是心非的五大星座。天蝎座马上来，马上看似云淡风轻哈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于天蝎座的好强。如果你看似云淡风轻，我有过这个样子。看似云淡风轻吗？对，我知道我很受伤，我知道我很生气，可是我不能让对方知道，因为我觉得你会高兴，我不可以让你知道。别人会高兴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遇到的人他很渣，他想气我，那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就不想让你得逞，懂？不想让你看到我气噗噗的样子。对，我内心纠结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有点输了，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你看到。对，然后我本来表现出很舍不得，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是能舍切断，走了以后，哎，慢慢演着演着就是真的可以走了，好不好？天蝎座，如果你好强如我，而不是脆弱如九 M 八八，你就可以口是心非了。加油，各位！对，因为九 M 还年轻还小哈。来，下一位，狮子座，猜对了。他希望保持坚强的外表，痛苦跟悲伤都留在心底。我上升狮子，我相当同意，所以你看不出来我里面有难过，因为难过到那个程度太拉扯了。所以狮子座也会装一下坚强，
那其实内在很受伤。你这样怎么疗伤呢？所以有的狮子座这种时候，他就会比较常常消失。OK， 就是他也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暴露他一直在演这件事。那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狮子座太低调了，然后约不太出来，对，他都躲起来，那表示那段时间他可能是在疗伤。好，再下一位是双子座，就是我说的好强哈、看起来洒脱淡然，其实是佯装潇洒，而且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种很刻意的、很故意的，嘴巴上说无所谓啦，哎呀，还好吧。就是我们的眼至少不会讲那么多废话，可是双子的眼是会讲出来的。所以讯息就是他讲越多越有鬼。你懂我意思吗？真的潇洒才不会讲那么多嘞。或解释那么多，解释自己有多放得下。对，好，再来就是水瓶座，好像什么都无所谓，其实超级受不了委屈哈。我觉得水瓶座也有点分裂人格，他很清楚该切断了，所以他的行动上是有点切断的，可是他的精神跟灵魂又纠结在那个他认为不公平、很委屈的东西里面，然后所以就会形成人格分裂，于是他的潇洒就变成是一种假装了。水瓶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淡淡然。好，再下一位是金牛座。金牛的对宫就是我们天蝎所以啊，他其实也是很热爱口是心非的，因为那是他的保护色。然后内心深处他其实紧张的要命，他觉得弱点不能被人家看出来，弱点被人家看出来就不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四个固定星座都上榜了，金牛、狮子、天蝎、水瓶都上榜了，辛苦了大家。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啊。是，可是我觉得辛苦这件事情是会让我们成长的，同意吗？对，同意同意。失恋会不会让你更能写歌？完全就是，马上开始写一张专辑。我们未来盯紧卓一鸣，如果他高产，表示他失败很多次。No， 当然希望开心。那你有没有过很开心写不出歌？有啊，完全有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的那个苦难跟就是悲伤都是我创作的动力，就它会是一个燃料。是，你终于抓到重点了。所以命苦的人很容易成功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哎、可是谁喜欢命苦？对啊，你知道吗？谁喜欢命苦？我所谓的命苦就是可能你是家里负担最重的人，正因为你遇到痛苦，你的潜能才会爆发出来。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，绝对。好，所以你看九M是在失恋的时候特别能写歌。我来帮你看看你有个爱情吗？好的，创作吧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要不要吗？连看都没看就叫我去创作了。我有看，以上升摩羯来说，你的恋爱宫有个天王星；以天蝎座来说，你的恋爱宫有个土星。先不要啦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啦，好不好？时候到了你就知道了哈。先照顾好你的歌迷，好，照顾好像我这样的观众，期待你一直推出有趣的新作品。好，恭喜九万八八，谢谢。第三张专辑《Set》，请大家支持哦，谢谢。唐翔谈心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英生，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《想吃泡面》。想知道十二星座的女生谁最会暧昧吗？请锁定 Yahoo TV 唐启阳谈心事。Yahoo